你们是不是还想着开着自己的电动车在国庆期间出去玩哈？现在是9月30号的晚上10点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，里三组外三组，然后这都是排队的。你们要知道电动车一充电就是1个小时哈，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要等到几点。现在我的车也没电了，他们都选择排队充电，我就选择下高速找个荒郊野外，哎，太舒服了。你们是不是还想着开着自己的电动车在国庆期间出去玩哈？现在是9月30号的晚上10点的高速服务区的充电，里三组外三组，然后这都是排队的。你们要知道电动车一充电就是1个小时哈，也就是说你不知道你要等到几点。现在我的车也没电了，他们都选择排队充电，我就选择下高速找个荒郊野外，哎，太舒服了。